想要送礼物给我的朋友，可是我只有两个，但你们有三个。为什么要送给朋友呢？因为我很感谢他们主动来找我，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来。哎，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所以呢，等一下会有大家都会选一些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曲。那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是，不是？这首歌叫做《残酷月光》。最温柔